欢迎登来最新新闻的现场，新闻继续要来看这个问题，真正大家相关单位好好来重视。这是位置咧157管道边啊，嘛是布袋含当这个高架一大排高边啊。这么当来被偷的垃圾是堆干呐，残像是一座垃圾山咁款，而且好水一来哦，这垃圾都会随着水来流来流去，造成当地民众真大的困扰。都处欢迎，但是都一直无看到相关的单位来改善。这上午嘉义县议员吴英军。含钢筋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是做会前往勘查，要求相关的单位要赶紧改善。这条157线是东石和布袋之间的重要道路，不过在大路边数一个垃圾山已经存在十多年，包括空管啊、破布袋、木材、塑胶袋啊，拢被扔到规涂骹。现场明显就是一座垃圾山，而且边就是大排水沟，但是一拄到落雨做大水。垃圾就随水漂流，而且同憾的是，这个垃圾山已经存在十多年。拢还阁划砖，拢靠地下水抽起来，互只鱼仔、互只鸡仔食。哦，啊，你这变成这个，你嘛是影响到这水源。哦，啊，阮遮阁水尾，水尾种遮拢着一定拢先积水啊，先积水，即嘛积水了，这垃圾就浮起来，浮起来就共流去人鱼湾啊去，啊像人个做事的田拢共流啊规个。我咧看，阮会发动。遮土整恁遮村民啊，遮水来互咱政府官员甲咱讲啊，看这是这种这是会使啊，袂使安尼。虽然是位在157管道路边，但是有树啊暗卡，所以变成有心人士偷倒垃圾地点。当地民众讲，早就反映真济届，但是结果拢共款，做民意代表是真看袂过。这个年代吼，还可以出现这样子的情形，实在是不可思议。那我们的社区理事长李理事长这样子跟我们反映，那我们也有向环保局这样子稍微通知。那很多居民过去也都反映过，那十几年来，这个垃圾一直存在。那在这几年来，我们那个嘉义县一直推动，但当捷用就是要发展成观光小镇。那不知道这样子的风景是要给哪一国的观光客看？关于关吴英军，除了批评有关单位无负责任，也希望因赶紧改善，因为当地民众一个清洁的生活环境。新闻单看法，柯耀宏当捷乡采访报道。